慢慢喂。口袋应该安置供安置下那得呀。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示意口袋，衣裤上面的口袋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，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